反攻大陆，只是时间的问题。相信我，你看不到那一天了。带走。 是，刘局长，我们马上加紧生产，保证弹药源源不断，支援客备源朝前线。这什么院子呀？不要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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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乱！诸位老板，咱们竹山的公安呐，剿灭了这些特务之后，咱们从今往后再也不用听见“特务”这两个字，咱们就犯怵。打今儿起，咱们竹山剧团。 要红红火火的，腌起来。好，老板，你说了半天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都是谁？这个东西来头大，它叫干冰鸡，能吃吗？干冰鸡，你光想着吃。这个干冰呢，跟那个普通的冰棍啊，冰块它不太一样。普通那冰棍儿什么的，它东西它不一样。它这个有一个化学名称，它叫苯什么那，反正说了你也不懂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东西呢。 我们往台上一放，电源这么一插，这么大个出风口，噗噗噗的往外冒喷白烟，看的是你看不着我，我看不着你，你看不着我，我看不着你，看不见怎么样？白眼了吗？不，这不能白眼，这就是咱们需要研究的东西。这个东西好啊，干冰机它是正宗的苏联玩意儿，你知道吗？它不是它往台上一放的，正好咱们配合咱们演这个新戏《冲锋号》，就跟那个真的战场是一模一样。 燕团长，秋月，有事吗？这是我写的决心书，请您看一下。啊。
你的演出的机会。，干嘛呢？过去啊，我可告诉你啊，演出都结束了，千万别再墨迹了。刘局长一会儿有话要讲，要去赶紧去。嗯。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啊！好，来坐坐坐。哎呀，你小心点！哎，没事，没摔着吧？我来，没事，您坐。没事，确实没事。来，往前点坐。坐。八团长，太兴奋了啊！哎，冲锋号啊，对，很不错。要多演呐，要让更多的人看到啊，咱们志愿军这个高昂的革命斗志啊。领导，您呢这句话呢？就好似给我们剧团打了一颗强心针，吃了一颗豁大的定心丸一样。八团长啊，这是你导的吧？我跟那个燕团长一起弄的。你费心了。这个战场上的这个气氛非常好，非常浓啊。哎呦，领导，一看您呢就懂艺术。您还别说呢，我们剧团呢最近是鸟枪换炮啊。我们购置了一台新机器，专门弄了一台干冰机，就是专门为新戏《冲锋号》准备的。嗯，干劲儿很足。好，好。二位领导，最近咱们竹山市呢安定了，那个我们就可以更好的为人民做宣传。您放心，我们争取做到全区，这个文化活动的领头羊。好啊，啊，马上就有个机会啊。啊？什么机会？啊，剿灭敌特。安定竹山，哦，大家都很激动啊！咱们商议着，军区决定，由你，还有燕团长，由你们两个负责，啊，带领我们竹山剧团，搞一次特殊的慰问演出。慰问演出？那个，二位领导，就说这个经费，您看文化局能不能给我们？非常好，没问题啊。过几天这个文件就下来了。局长、政委，请放心，我们保证完成任务。保证。来，坐。在。秋日。那个妆都卸完了吧？完了。快，出去换衣服，快点。你不会来找我呢？我来了，一直都在。谢谢你，让我有机会可以重新选择。以后剧团有演出，一定要来看。打开看看。公英，你还记得？一直记得。秋月，我们自由了。
别动！小豹子，嗯，手啊千万不能碰这个机器，更不能把它打开，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。这个里面装的东西啊，叫干冰，它不是普通的冰块，它要比普通的冰块冷很多很多倍，手要是不小心碰上了，手就会被冻黑。所以你看，叔叔戴着厚厚的手套。冷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别忘了，我跟裘姐亲如姐妹，她对你的过去可真是了如指掌。裘姐现在身陷囹圄，你倒是逍遥自在。没有的事儿，我只不过想表现表现，让他们觉得剧团还不错，说不定对裘燕子有好处。这话说的连你自己都不信吧？我告诉你，要想对裘简甚至八天狼好，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看好这台机器，别让任何人碰它。这有办法啊，连戏剧团都给请来了。是啊，我们好久都没有看过演出了。就是，哎，你们看看这名字啊，冲锋号，听着就带劲啊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哎，十三日抓捕敌特行动情况汇报，击毙特务21人，缴获38步枪10把，手枪15把，手枪弹夹30个，手榴弹10枚，现金20万，火车票20张，公民证20张。这次险胜来之不易，华工的暴露让我们抓住了机会，下一次也许没有那么幸运。我认为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。根据可靠情报，敌人在我们公安系统的内部安插了一个代号为皮影的特务组织，华工只是其中的一员。从哪里得来的情报？陆子怡居然还在竹山，陆子怡的行踪已经被监控，他跑不出我们的视线。但是，根据救国军俘虏的审讯结果，他们好像对这个皮影组织全然不知。刘局长，我推测，皮影跟救国军是两股截然不同的力量，他们里应外合，目的是搞垮整个竹山。是，堡垒、
最容易从内部攻破，所以我提议立刻押送华工到上级单位继续审查。我不希望华工立刻被押走。为什么？我想以华工为突破口，查到皮影组织的蛛丝马迹。不，华工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谍报人员，在竹山审问会受限制，而且存在一定的危险性。我同意李航同志的意见，因为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在我们的队伍里还会不会有第二个华工，敌人杀人灭口的伎俩很有可能随时发生。既然这样，我有一个提议。那我请求在华工被转移之前由我再突审一次。可以安排。你是来跟我道别的？不是，我希望你能认真回答我一个问题。皮影是谁？是我。我指的是幕后操纵皮影的那只手是谁？那只手你牵过。弟弟，你回来了。哥哥，多年不见，你还好吗？弟弟，你怎么来了？温高粱酒，知道你好这一口，原装的不好带，我就给你灌了一壶。天狼，你这次回来，你不要命了？我这次回来，看你过得不错嘛，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么糟啊。你哪里知道啊？这里现在是天罗地网。是吗？那怎么又见你被网进去了？天狼，自从你离开我们，参加了保密局的什么特训班，娘就一直叮嘱我。娘说，让我们兄弟两个人都好好的活着，
家里有你一个人在那边就行了。娘现在怎么样？还好吧？娘走了。娘走的时候拽着我的手一直不放，可是嘴里却一直在喊着你的名字。娘最担心的是你呀。娘平安走了就好。天秀，我这次回到竹山，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。对对，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。这两天啊，只要咱们两个不一起出现，应该能够糊弄过去的。我这次回来就没有打算再回去。好啊，好啊，天朗，剧团正需要重振旗鼓，咱们俩可以一起演大变活人呢。你还记不记得原来我们俩演的魔术大变活人那是风靡一时啊。天秀，你觉得还有可能吗？那你看来你是早有准备啊。你以为保密局是吃素的？你在这里的一举一动我们早就了如指掌，不到最后关头不会把我派回来。这次我回来就是想让你安安分分的帮我配合我，让我代替你率团进入4509兵工厂，你也算是为党国的复兴大业立了功了。天朗，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娘带着咱俩算过一次命？算命的先生说咱们俩中有一个一辈子注定平庸，这一辈子只能碌碌无为的，而另一个一定是胸怀大志，以后或许可以成为一代枭雄。天朗，咱俩的路不同，可不管怎么样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是我一脉相承的亲兄弟啊。你别怪哥哥不帮你这个忙，我真帮不了你这个忙啊。相反，我都要劝你趁早收手，既然回来了，给自己找一个好的出路。好啊，天秀，我们俩多年不见了，我也谢谢你给我说了这番肺腑之言。来，为了庆祝我们久别重逢，干一口。天哪，哥真是为了你好啊。真是陆子怡同志，我是李航，你还记得吗？您到竹山了，上车说吧。您要带我去哪里？过会儿就知道了。我还得去电台播报节目呢。不会耽误的，我们已经查过节目的播送时间，请吧。
把我干。工长派大卡车来接咱们来了。哦，好，好，快，快，快，欢迎，欢迎。哎呦呵，哎呀，真是让你们辛苦了啊！辛苦了，肖队长。哎，严团长，麻烦你了。肖队长，有劳你大老远的跑过来。巴团长啊，严团长，咱们该出发了。哟，你们怎么还全副武装啊？啊，我是来给咱们剧团保驾护航的。最近大部分敌特被消灭，但也不能放松警惕啊！领导特地派的两辆卡车，让我来负责大伙的安全。嚯，瞧咱们这待遇，两辆卡车呀！鼓掌！谢谢谢谢啊！棒不棒？好厉害，是不是？啊，
叔叔好厉害呀！那个燕团达，那您看，啊，大家收拾东西出发吧。啊，对对对，来来来来，到那去的时候小心一点啊。好嘞，好嘞，辛苦辛苦了，大把手大把手。把那个拿过来，来来来，哎，都慢点慢点啊，都慢点，轻拿轻放啊。楚总，化工被捕 ，X 没有回电，谭延俊他们恐怕也回不来了。你先出去吧。楚总，你楚总。这是我们收到的最后一封电报，是秋月发来的。你，是。埋骨高山望故乡，故乡不见永难忘，天海茫茫难相见。高山之上，有国殇。这个地方可不是普通人能来的呀，这次算是开眼界了。巴团长，你可得带头精神点，工人们还靠咱们提劲儿呢。啊，嘘，睡觉呢啊，不玩了。谢谢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哎呦，欢迎啊，欢迎，谢谢啊，欢迎，欢迎您来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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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呀，是呀，是呀，燕娇，秋月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包团长啊，一路辛苦了，大伙都盼着你们来啊，啊，哪里的话呀，整个竹山市就我们剧团获此殊荣，感谢还来不及呢，来吧，大伙随我进剧团吧，那个那我们这道具怎么办？这还用您亲自动手？工人同志们，来，大家帮忙搬下东西。好，哎，好，来，这边请。好，走，来，是秋月。衣服都快掉，你动什么？那是秋月，我在戏里边看过他的戏，好像他认识你似的。慢点，来，大伙儿帮忙把东西拿一下。哎，好，来，就你来吧，给我吧，慢点，慢点。这么大的剧院啊！是啊，不管是小戏台，还是大剧院。关键要看咱们能不能亮出咱们自个儿的真本事来。今天来了不少外援的演员，而且场地也比过去宽了很多。你们演出的时候
要互相配合，然后关照着点，好吧？好，您就放心吧。啊，这么大的台子，再加上咱们的干冰机，这战争效果绝对让观众吓趴下。是的，就是。是。巴探长。啊。您说两句。哦。今天演出很重要，大家刚才说的都对，这台干冰机可以给我们的戏立下大功劳。你们都放轻松，心里也别背着包袱。好，咱们只有把今天的这场演出演好了，咱们剧团在竹山才能把腰杆挺直了。好。来，师傅，慢点，慢点啊！就放这儿，就放这儿，轻点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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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。刘局长，先坐，坐坐坐，别起来。局长，刘局长。同志们，战友们，在烽火连天的抗美援朝前线，每天都有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涌现。今天晚上在这里，我们要表演的是千千万万个志愿军中其中的一个。他很普通，但又不平凡。他用生命和热血吹响了生命进程中的冲锋号。发现我们的道具箱被他们已经翻动了，说明公安已经悄悄地搜查过一遍了。东西呢？你等我一下。咱们是不是都得成角了？小豹子，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要安静。这个给姐姐好不好？好。
想，惊奇有过几回。